You feel just like home. Understand it, we will understand all yours. 主席经过了五十年了，这五十年的疫情，什么叫做培训？不要文明啦，那个时候是加草根啦，现在我们跟着时代在变动，但是我们的值是不变哦，实际的值是永远不变。就如我们每一个人，你时代再怎么样的变，只要我们在，七十多年前的小小的我，七十多年后的老老的我，同样呢，是一个人不能说古早那个囡仔，现在这个老人，那当然相有变，其实呢，无相的理是无变，但是呢，形象有变，那这就是社会，社会不断地在变呐，咱主宰呢就跟着社会，咱就是爱适应社会民俗。当然啦，适应伊的民俗呢，是适应现代人听有的话吼。那希望咱大家还是要有过去的语言人文来带动现在呢现代人的生活的方式，已经呢扫掉了过去的我们做人的本分事，让你进呢真的不要变掉。假如呢我们的古代的这种伦理的本质啦，到此就沦丧掉了，那么以后你们的祖子孙孙在这个世间呢，是真歹徛起哦。这是未来的的世界，我这么很担心的是未来的世界。实际呢，好在啦，有五十年来的根基，有五十年来的基础，所以期待我们大家一定呢要有能过去迄个劲哈，不管是新委或者是资深委，大家呢都要保守这一份。值一定要保持回调，实际起于社会，用于社会，实际人都是要用佛陀的精神，慈悲天下人，做天下事。我们说到做到，应该呢开阔心胸，用感恩心。所以说来，那还是永远呢要。把人的心启发出来，所以呢，相信这样的值，希望人人呢，爱将这个伦理道德啊，爱多宣导吼。过去提婆啊，这拢总无有限吼。你想要做委员哦，感恩哦，来这本婆啊，给你吼，那他就是。开始修啊，那他很自然呐、啊，就会看到人的讲话，较早净饭呐，他常常呢都无代志去坐车，啊那看到白啊，伊就落来啊，
啊，有诶少年人就讲，阿嬷，啊，你若搁徛伫遮，啊，即支牌啊，就是迄路诶车，你拄只呢，才落来尔，啊，你哪会搁伫个遮？伊就讲吼，诶、欸，我伫遮等人啦，因为等啥人？啊，等着你啊啦，我等着你啊啦，啊，我毋捌你啊。伊讲吼，你毋捌我无要紧，我讲话互你听，咱都是有缘，我等着你。所以呢，他就开始讲辞职，伫迄个所在就甲讲啊吼，迄车伫要来啊吼，远远的来讲，迄少年人就讲吼，阿嬷啊，迄车伫来啊呢，你要坐无？伊讲吼，啊你有咧赶无？伊讲无啦，伊讲啊不要紧，咱后班再来坐吼。还是呢，徛伫遐，佮伊讲，讲较吼，互迄个人讲，哦，我足感动诶，安尼，亲像安尼一点仔钱就会当做好事，安尼我做你诶会员，我甲你拿，啊，你逐个月吼来我诶公司甲我收，原来是公司诶大老板呢吼，他会说吼，你若来我诶公司，我佮甲我诶员工佮甲你介绍。就安尼，一个公司呢，可以倒来啦。迄当阵，等于华人伫咧讲，我听我实在是吼，感觉讲老人百字相印，一节一本簿啊，变成几两本簿啊，安尼伫咧连起，迄吼拢无限量，无咧讲你几号甲几号无，伊都一直生传去，所以呢。咱大家人，你爱他，你认识他，你应该呢给他呢报一条好路，你应该呢让他多做一件福，多造一件福啦。心智呢真的要打开，不只是自己，要见人慈济，见人说好话，做善事，这就是。我要爱，我真的很期待大家的下一代的下一代的值不变。你阿嬷若做个安尼吼，自然呢，妈妈都会对阿嬷安尼，啊妈妈对阿嬷安尼呢，那这个孙啊、囝、自然伊都安尼。但是呢，阿嬷要做到安尼呢，都爱学师傅安尼。古法心低，这一次哈、哦、八仙粉尘，你们大家哦，功不可没哦。我跟您讲，虽然不自大啦，可是呢，咱家己爱怎样，咱有做到，为社会呢稳定社会，让社会呢不起波浪，这就是功德啊，好让你社会真平安过。复兴航空。也是啊，不只是为我们台湾，也是为国际呢。那这种让他呢祥和，无纷争。要不然的话，复兴呢也有大陆的人也不少。慈济人呢，从他在厦门的机场，慈济人厦门的慈济人就已经集中在厦门了，开始呢。等待了这样的家属要到台湾，他们就马上投入利用等飞机的时间去抚慰他，去关怀他，送他们上飞机，又电话跟台湾的慈济人开始有互动。因这几点几分的已经飞去呀，几点几分会到位？我们的台湾的慈济人机场接，对不对？开始陪伴啊，啊，这我边讲你拢知啦。那我把你们所做过的，我把握机会，我看到人我都讲，让人人了解慈济在做什么的。所以我希望讲哦，我们大家呢要成就人间菩萨，我们就是要做到这样，绝对不要断了。善根，所以人人呢都是用慈悲心、智慧哈来成就人人的菩提道啦。大家人呢都用这个心情来
来成就哈，那茫茫这种的，有迄个机会啊，入来这大菩提道。所以呢，国际的这些信息哈，你们也要知道啊。那么培训呢，不是跟他培训的台湾做代志，也要让他呢发心立业。爱是普天下的事情，要化解这样的仇恨呢，是也是普天下人人都应该要提升人人的爱心。所以我很注重的就是希望净化人心，不分种族，我们要人人呢，让人人都能接触到这种爱的启发爱心。